我不冷。你冷？真不冷。披着吧。哪件呢？没衣服穿呢。我压箱底的宝贝儿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哼，就你了。嗯。技术老师，我来了。坐吧，喝点什么？我是不是穿太夸张了？喝什么都行。那就苦丁茶吧，清热消暑，明目益智。最后一次机会，坐。你快尝尝我超爱喝的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超甜？糖分摄入过高的话，容易衰老。青春本来就是拿来消耗的。喝茶可以抗氧化。奶茶也是茶。你知道为什么你对苦丁茶反应会那么大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平时摄入的糖量太高，所以苦味稍微有一点你都受不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我很甜了？我的意思是你的舌头很……你舌头上的味蕾很甜。不管怎么样，好喝就行。就像你写的小说一样，结果怎么样不重要，过程甜就行。对了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说。我没有被辞退。那恭喜你。是吧是吧，我本来以为我都被炒鱿鱼了，结果老板居然突然开窍把我留下来，我真是太幸运了。所以我这次来还是想跟你重新聊一下版权的问题。公司还是想买你的小说，结果写的怎样都可以。你真的不打算继续更新了？我不打算继续写下去了。为什么？这么多读者都等着你更新呢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写小说是为了治病，现在这个方法已经失败了，所以没有必要继续了。就没有别的理由让你继续？我再想想吧。好吧。你好，你要的提拉米苏。谢谢老板。我不冷。你冷？真不冷。披着吧。尝一大口。我不要。尝尝又不会破坏你味蕾。我不要。尝尝。行行吧，我就吃一口。
你把衣服穿好。嗨，明天篮球场有事问你。